戴露娜，戴露娜，戴露娜。杜西法先开，这里要开吗？我那时候是开毛娼妓，合体先合哦，晚安，晚安，阿红，晚安。
开路西法，开路西法是二技。开光八，对啊，光八不要开，我很怕他两秒转。我没转好一二三四。光八不用了。对的，没装好。开比较稳。开了会变。两秒转，哭哭。等一下哦，啊，他是公宝吧？谢谢哦，还有五秒没转好。手残王到了这里了，到了这里了，喜记。又到了奇迹的时候了。看一下怎么洗比较好呢。
路西法还没呢，还有伊蕾。旧毛娼妓加八十，好了，开毛娼妓，不是开路西法第二季，开路西法第二季，然后再开那个，对不对？开第二房，然后再开。哎、欸，他把那个冰冻在那边，很讨厌哎。为什么要冰在那里呢？喧嚣一回合，
对啊，我在想开龙科吗？开天雷哦，你是叫开天雷的意思吗？要拼临时才是收台，我希望可以啦，我希望可以拼临时收台。开龙科吗？我觉得先转一回合开龙科是不是？然后洗光暗珠是不是？版面有点丑啊，龙坑可以敲掉。猪很多，下一关啊，忘了关掉它。惨了，GG了，啊，sad 的，今天跟我的衣服一样难过。海卡星珠
算应该可以过了吧。没电了，差点我要被害电死，那个没电害死的。毛妹，开路西吧，妹。开路西妹，开路西法跟毛妹是不是？开路西法，开路西法。第一季不要开路西法，取消。嗯，手转过去吗？手转过去恐惧的内裤，我现在很恐惧。毛妹要不要开？哦，我现在真的是很紧张哎。
保护贴撑住，我也想撑住我保护贴啊。流星珠对吧？流星珠，看看合理二季吗？明星，但现在只有一组哎、欸，一组，没有两组。对不对？pass 就开龙科，要不要开那个啊，路西法？要不要开路西法？不用了，嗯。
不用他开第一季啊，不用开第一季。哦，下方会消除。全开，我败在这条血，败在这条血，全开，送给你。等一下，那元婴金呢？要怎么开？开的顺序是什么？先开皈依是不是？先开皈依啊，元婴金。元婴金那个怎么办？先开，先开元婴金第两个都开。那毛妹呢？睡着了，哇，心愿已了，我终于成功了，真的跟姑姑一样，我真的跟姑姑一样，好啦，就是死在很多，死在很多地方，还死在手机荧幕，然后。对，真的已哭啊！明天。